用这个影印机都要印很久。没错。好 ，Efren 继续冲球，还是一样有球进。那当然了，关键看看一号球这次带口。好，打个刹车球啊啊，这关键。好，绕球抬出来，推杆啊，我们看他选择推杆两颗星出去，好球啊。两个人这个一生交手无数次啊，这个在最近的15年里面，哇，这场比赛让 Efren Reyes